见笑啊，见笑！不好意思，误会啊，一场误会，少喝一点。姐姐，我生气，我生气啊！我去说，我去说啊！乖，哎，你有病吧？走，默默。怎么了？建总，你没喝多吧？ 旁边有人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老金，再喝两杯。老金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来来来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昨天晚上看他手机，看到他今天订 KTV 的地方信息，然后我今天就问他在干嘛，他跟我说他在公司加班。 他明明就是在骗我，所以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就去找他了。那他怎么说呀？他说他加完班陪客户到的 KTV。那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那如果是真的，你这么跑去一闹，他在客户面前。 多没有面子啊！毛毛，但是我有直觉，我觉得老何没我以前那么爱我了。哎呦，你看，你在这胡思乱想，给自己添堵干什么？老何对你的好，我们都看在眼里呢。好了好了，不许哭了，乖，不哭了不哭了。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老何真的在外面有什么情况，你是选择原谅他，还是跟他分手？老何在外面是真的有事吗？他是不是真的出轨了？哎呀，我说的是如果，如果，要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选择分手。 和老何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不可能轻易说分手的。可是，对方犯了这么大错误，哎，那之后还怎么相处啊？不能，老何不能出轨。我要是跟他分手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。哎呦，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，我都说的是如果了。 哎呦，我就瞎说，我瞎问的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
哎，老何。喂，柠檬。那个，明天晚上你有时间吗？必须有啊，明天晚上特意留了时间，想帮尤琪庆祝生日来着。那太好了。那个，明天我想给琪琪好好过个生日。正好你来，你也帮我好好劝劝他。上次那个事儿，他一直生我气，也不给我解释的机会。我想借这个机会好好跟他道个歉。你们也的确应该好好聊一聊，尤其最近很不开心。是，那我订好餐厅发给你，咱明天晚上见。行，再见。喂，学长。毛毛，明天有安排吗？明天是尤其生日，我跟老何想给他庆个生。上次不是跟你说他们俩闹矛盾了吗？老何就想借这个机会呢，给他道个歉，好好跟他说一说。那我就不去捣乱了，你帮我跟尤其说声生日快乐啊。那好吧，那我先替他谢谢你。好，拜拜。哎，柠檬，这么巧啊！最近好吗，朋友？最近挺好的，朋友。你俩这什么腔调啊？神经兮兮的。萌萌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柠檬。萌萌，这是你的前老板陆总吗？嗯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尤琪。你好，这是她男朋友何月鸾。久仰久仰，我是人宁保险的何月鸾。你好。哎，那我们先去房间了。嗯，好好好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好。哎呀，我今天朋友过生日，陆总。清河的事儿没问题吧？嗯，暂时还没有。陆伯伯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啊，你不要让朋友等太久，去吧。嗯。改天一块吃饭。啊，行。哎，拜拜。你跟小柠檬说话怎么怪怪的呀？你俩现在什么关系？你不也听到了吗？朋友啊。嗯，行吧，能当朋友挺好。对了，我让你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？现在卢国宇是真没招了，看来你爸的这场股权大战是要赢了。不得不说，姜还是老的辣，多亏你爸找了双鑫做帮手。嗯。但我从一开始担心的就不是陆国宇，是双勋。双勋不是你爸找的吗？你想啊，如果只是为了制衡陆国宇，他们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股份？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。但是你担心也没用啊，咱们现在只能是多长个心眼儿，紧盯事态发展。行了，点菜吧，我饿了。你看看，不是说想要换一台新相机吗？哇，谢谢萌萌。不可以三分钟热度，还是我家萌萌对我最好。那可不。亲爱的，我也准备了礼物。哇，喜欢吗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对，我那天不该那样跟你说话，
别生气了好吗？你那天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吼我。是我那天太着急了，那一屋子都是客户，那对我很重要，理解一下呗。那那个陈小一到底跟你什么关系？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他就是一普通同事啊。那你敢发誓吗？这有啥不敢的？你说我发什么毒誓都行。算了，我才没那么幼稚。那咱不生气了，好吧？我给你戴上。哦，真漂亮！要是某人再笑一下，那就更漂亮了。我不笑也好看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闺蜜啊，她那个心理年龄可能就只有3岁，最多5岁。你要好好照顾她，不可以欺负她。你要是欺负她，我跟你没完。放心吧，我们家琪琪不欺负我就不错了。我欺负你是你的福气。想当年，多少男生追着我欺负你，我就选中了你呢。嗯，对，我很幸运的。嗯。来吧，以茶代酒，先祝琪琪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你怎么了？你心不在焉的？有点累了，休息一下。你怎么了？我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。双鑫收购清河股份超过20%，什么情况啊？双鑫跟我爸所谓的合作，在我看来就是个幌子。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夺取清河的控制权。现在双鑫已经是第一大股东了，一旦持股到30%，就会触发要约收购。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你去帮我吸筹，资金的问题我来解决。想办法抢回更多的股份。你打算抢多少？我算了一下，从二级市场大概可以抢到2%的股份。你有那么多钱吗？2%可不是小数目。你不会要去融资吧你？我手里还有一只定向增发股票，目前的涨势还挺不错的，回头卖掉它应该可以补上融资的杠杆。老爷子最近有点慌，我得帮他一把。就他这个身体，我怕他经不起折腾。就算你抢到2%，剩下的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有准备。喂，陆总。你能帮我约一下何总吗？你想约何月鸾？双鑫的事儿你听说了吧？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我爸想找一个大股东加进来牵制陆国宇，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双鑫背信弃义，在该收手的时候并没有收手。当然这是我爸的理解，从我的角度来看，双鑫从一开始就没安什么好心，他们就是奔着吞并清河来的。我相信这个时候
他自然更不会停手，他们一定会持续增持，因为他们知道增持到30%就会触发药物预约收购，那个时候清河就是他们说了算。可是双勋现在差不多也是强弩之末了，最近他们吃进清河股票的速度非常慢，几乎停滞了，我估计他们应该资金也吃紧了，而且看他们的吸筹手法，资金几乎依赖的是杠杆，他们已经负债很多了，这么做很冒险，一不小心就会输得连渣都不剩。双勋这么冒险值得吗？资本市场从来不缺野心家，只要他们能顺利推下清河，收益或者是现在的10倍。你让我帮你约何月伦，是想跟他谈达成一致行动人的事儿吗？到目前为止，双勋经过4次举牌，已经增持到22%，我爸加上清河那些高管也只有21%，再算上我抢筹的2%，一共有23%。你们现在还差7%，正好何月伦他们公司人宁保险手上就有这7%。如果清河能拉到人宁保险做一致行动人，那持股比例就会到30%。所以清河一定要争取到人宁保险。我爸他这段日子特别自责，他觉得他是清河的罪人，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帮他度过这一关。陆伯伯没事吧？目前还行，靠那么一丝希望撑着。我在想，按理说陆伯伯应该认识他们的管理层，为什么没有去找他们呢？前段日子任宁不是大换血吗？我爸那几个老朋友都已经被换掉了。另外这件事儿我会跟学长也说一声，但是细节部分我不会说。知道了，朋友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了，朋友。同意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会这么说？你别逗我。虽然我知道呢，这个叫陆继明的觊觎我的女朋友，但是呢，一码事归一码事。这件事情我支持你，毕竟他是你的前老板，你应该帮他。你男朋友呢，没有这么小气。不仅不小气，还高风亮节。这个词儿用的有点……来，这个就算是给我的奖励啊。这是应该的。行吧。来啦。哎，萌萌，你刚下班吧？是呀。是不是还没吃饭？我吃过了。哎呀，今天可是我亲自做的哟。你做的？对呀、啊，快尝尝，顺便可以给我提提意见。天哪，今天是太阳从西边升起，尤其下厨做饭。他都做了2天了，光这西红柿炒鸡蛋呢，每次做味道都不一样。那我不是想多练习一下吗？你们今天尝尝，是不是味道比昨天好多了？味道不错啊，有进步。我就说吧，做饭是拦不倒我的。
不好吃吗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很好吃。我今天来，我就主要想找老何帮我个忙。没问题。不是，人家还没说帮什么忙呢。哎呀，不管是什么忙，只要萌萌拜托了，那就得帮忙。是这样的，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你们见过，就是上次尤其生日在餐厅大堂里的那个陆继明陆总啊，陆总我记得，他想约你，最近双勋和清河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吧？啊，我听说了，我们公司有清河的股份，不听说也不行啊。清河的老板是陆总的爸爸，你也知道清河现在很危险，陆总就想跟你聊聊，看有没有机会跟任宁合作一下。老何，那你就安排时间见一下呗。行，那我就让秘书安排时间，咱们尽快见一下。太好了，谢谢老何。陆总的意思是想让任宁保险和清河达成一致行动人，对吧？对，这次过来我就想可以促成这个合作。何总，你有什么顾虑你可以直说。既然你是柠檬的朋友，我就不瞒你了。其实你们来找我之前呢，商勋已经跟我们公司联系过。意料之中，既然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办法，他们也能想到。看来陆总确实对双勋很了解啊。那我就不卖关子了，你们来之前呢，我刚跟公司的各位高管还有董事们开了一个会，大家对于和清河达成一致行动人这件事情呢都非常支持。清河毕竟是一家资质非常好的公司，老陆总这么多年对环保的事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，这在行业内都是有目共睹的，于情于理我都愿意帮这个忙。那我替我爸谢谢何总。哎，感谢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陆总，你这也太见外了，你和柠檬呢是好朋友，柠檬和我女朋友呢又是多年的闺蜜，咱们这个关系可比一般的关系要近得多。再说了，对于我个人而言呢，能帮到老陆总是我的荣幸。何总，那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协议给签了？陆总是这样，我们公司呢规模非常大，内部结构呢比较复杂，公司总部呢不在上海，在深圳，所以呢走各种流程呢比较复杂，不过你放心，也请老陆总放心，我一定会督促总部公司尽快完成流程。嗯，好，那我就回去等您消息了。等我消息。好。不好意思，何总，打扰一下，有几份紧急文件需要您现在签个字。那咱们就这样。好，那你们先忙，回去了。那我就不送了。哎，留步。啊，谢了，老何。希望一切顺利吧。是啊。哎，陆总，你先走吧，我去上个洗手间。好，再见。我见过你，你是何总女朋友的闺蜜是吧？是。何总的女朋友，她还好吧？挺好的，上次的事情老何给她道过歉了。哟，何总的脾气这么好呢？摊上这么个不懂事的女朋友，还能这么沉得住气？情侣之间的事情哪有外人插嘴的份儿啊？不过呢，我是看着他们一路走过来的，他们大学就在一起了，见证了彼此毕业成人礼，
毕业之后又把对方都计划到未来里，深圳上海都陪着闯，这样的感情还真是挺可贵的哈，你觉得呢？是吗？深厚的感情三言两语都说不清楚。陆总状态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是啊，遇到这种事儿的确挺难的。学长，一会儿我们去哪儿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神神秘秘的，难道是有什么惊喜？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。哎，陆总。哎，翟总。哎，那个发债的事情我还得谢谢你啊，明天我就把谢礼送给你。哦，翟总，你太客气了啊。我现在正在开车，不太方便接电话，等一会儿啊，我回你啊。好，哎，好的，拜拜。帮了朋友一个小忙，非得送我特产。我这朋友啊，就爱送别人土特产。什么土特产呀？他舟山的，就是一些海产品。等他送到了，我做给你吃。嗯。嗯。怎么样？喜不喜欢这个惊喜？刚装修完。这是你新房子啊？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都没有带乔千里。带什么礼物啊？你又不是外人。再说了，我这个家里啊，什么也不缺，就缺个女主人。我看你是想找个免费劳动力吧？那么大个房子，打扫起来得累死人了。我还是喜欢我的小家，这样打扫起来也方便，上班也方便。你怕什么呀？有家政。我先扶一下你，给你倒杯水。这房子一定很贵吧？那贷款会不会压力很大呀？我全款买的。你不用吃惊，再过几年你也能买得起。这部电影应该挺晚了，要不今天晚上就别回去了。不行，今天我答应了尤其要陪他做瑜伽的。下次吧。那看完电影叫我代驾，我送你回去。施总，
你下午不是还有个战略合作的会吗？取消了，陆总临时有事儿。啊。陆总最近肯定是焦头烂额的，今天收益估计好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他之前有一只新能源汽车的定增股票，马上快要解禁了。最近呢，又老有负面新闻。这股票呢，这一直在往下跌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涨回来。我这两天去看看他，希望他能度过这一关。嗯，我去换衣服了。喂，柠檬，人宁保险那边有新的进展吗？我昨天已经问过老何了，他说现在正在走流程。好吧，有消息你就告诉我。嗯。老何。你们和陆继明合作的怎么样啊？那个协议什么时候能签啊？那个你先别急，还在走流程。不过双圈那边呢，我也一直关注着呢，最近没什么动向，应该也是黔驴技穷了，正好给咱们争取了时间。我知道，但是都这么久了，总是在走流程，能不能加快点速度？老何，你就再催催嘛。你说的倒轻松，这是一两天就能搞定的事儿吗？说到底，也是咱求人家办事儿，我总不能三天两头的逼我上司吧？是。那老何麻烦你了。萌萌，他之前出差耽误了几天，他后面肯定会上心的，放心吧。明明，今天这菜是不是有点太素了？要不我让阿姨给你切点酱牛肉。嗯，不用了，刘姨，这挺好的。是不是我爸最近血压有点高啊？是啊，最近有点高，医生嘱咐让他吃的清淡点，看杂粮饭。爸，吃饭吧。嗯。是吧？不是，最近你怎么了啊？菜怎么做的这么素，连个油花都见不着？你再看看这饭里，再看看这个。喂鸡呢？瞧你说的，这叫五谷饭，对你身体好。大夫不是嘱咐了吗？让你吃的清淡点，粗粮多点。这个是不是？有点噎呀！哦，对了，我煮着银耳汤呢，我去给你们俩端来啊。爸，你吃点吧，这杂粮饭炖身体好。我之前给您买的保健品吃完了吗？没呢。双旭那边没再联系您吧？哼，这个严双旭啊，白眼狼一个，忘恩负义，他有什么脸面来见我？其实啊，当初看到他们这么激进的抢筹手段，就应该有所警惕。你现在说这些马后炮什么意思？我就是客观分析。爸，现如今啊，这个商场跟您当年完全不一样了。
现在这个融资圈也比以前复杂太多了，在事情的处理上，我认为我们要行了，轮不到你来指点我。爸，我觉得你应该有点耐心。这人嘛，都会犯错嘛，错就错了，出了问题，大家一块商量解决，以后不犯不就完了？陆金明，清河的事你帮了我，我是就应该坐在这个地方听你训话是吧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老实跟我说，抢筹的钱从哪儿来的？我想办法弄来。这钱规矩吗？你哪儿弄来的那么多钱？爸，钱的事儿，哎，我没必要跟你解释。没必要？不，你这什么态度？啊？你刚才还在说让我耐心，还巴巴的给我上课呢，我这问了你一句，你就不耐烦了？不是爸，我警告你，千万别耍小聪明，不该动的钱就别瞎动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不是，就我说什么您都听不进去是吧？啊，我本来还想，算了，你就多余管你这事儿。我要你管了吗？别给我添堵就行了。一会儿汤上来，赶紧吃饭，吃完了走人。你俩怎么回事儿啊？就不能好好说呀？你俩说着又呛呛起来了。其实你爸对你的事儿也挺自责的，这几天吃不下睡不好的，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不是，刘烨，我倒想劝他，那劝他有用吗？他听吗？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你爸他不是怕你受连累吗？他不想让你动更多的钱。放心吧，刘烨，钱的事儿我自有办法。那，你过去叫你爸过来吃饭吧，还没吃呢他。好。我说，等你这次项目奖金下来，听我的，买个车，整天上班下班坐地铁，看给你累的。不用，我都习惯了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有男朋友给你做司机呢，怪不得不需要买车。呀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微信支付要怎么操作呀？啊？这个点开然后支付。对，点这个收付款，可以了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哎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好多东西啊都搞不明白。学姐，柠檬，你是柠檬吧？我是，学姐，好久不见。你跟大学的时候比，变化真的好大呀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学姐都没有怎么变，还是那么漂亮。谢谢啊。那你这次回国打算待多久啊？我明天就走了，本来想着这次回来陪爸妈多待几天，可是孩子还在国外，太小了，我这一走就病了，他爸呢也不会照顾，没办法，孩子要紧嘛。你看，这是我女儿。哇、哦，好可爱呀、啊，像个洋娃娃一样。可爱啊，你就赶紧自己也生一个。哎，嗯，何维然，你们也快生一个吧。你和维然是在一起了吧？啊，
挺好的。你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微软吧？我记得他有张 CD， 是你送的吧？啊，这是啊，那个，你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觉得缘分还挺奇妙的。那时候微然就跟我提到过你，说啊你很聪明，什么题都会做。我也不是什么题都会做。柠檬，微然之前在国外吃了很多苦，也挺不容易的。我呢，也有很多对不起他的地方。现在你们在一起了，真的挺好的。我祝福你们。谢谢学姐。嗯，对了，你们没吵过架吧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想再跟你多说一声，以后如果他生气，你多让让他，给他点空间，也别跟他争。等他气消了，你们再好好说。这也是因我而起的，是我不好。啊，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车到了，那个我得先走了。你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微信找我就行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祝你们幸福啊！谢谢学姐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。啊，这海鲜啊，都是我朋友刚送过来的，特别新鲜，吃着吃啊。先碰一个。你尝尝我做的这个。好。好吃，很有潜力啊。我今天碰到一个人。谁啊？学姐。想。